雷打了哟！我那个天呢，昨天没有下上来，今天是黑死人了，这个，兄弟们，看下这个，这黑人不黑人？你看这个，这水。 钓鱼嘞，不把它挑的，鱼线不能挑。 风啊，又是雨，用的没得过，都贵的，省钱子，这用的没得过。这在牛塘公园，来看一下这个年代，有车有房是不行的，是的，还有个船，看到没有？钓不钓？好不好玩呐？这一下这不。 全部被淹没了，太吓人了！这个洪水爆发太吓人了，全部淹没了，淹没了。鄱阳湖这么大的水呀、啊！钓到了，河里有那个石头。 落一个月才几千块钱过去，快快快，给捞起！鱼一直下，下个不停的，完了呀，准备收灾，准备背上逃亡去哦！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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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来了，下来了！不住。 下雨。
乖的，翘胯的，搞着有几个人冲你下去的，乖的。 我这个亲娘的，我的亲妈哟！你看看这水，哎呦，这帮小姑娘嫁人都要吃要穿，那是不够的，赶紧要条船吧，不要条船咋整呀？天呐，你是一来没长过那么大的水哦，双我口那个，这个按到那么样了嘿，按到从公路皮边跑了嘿，那个老子的喊龙子走不赢了，看不？那个我光吃光吃汪洋。 你看那个山东江西那个泄洪帮我们那个安徽通大镇，通大为石湖石大，你看这个水淹的，你看这个马路这么多人。石门一桥最高水位，收藏啊，做纪念，这辈子是我见到最大的了。